手游酷玩。好了，继续愤怒的小鸟二国际版发红羽毛历练。就是这第一关比较简单，三个阵地可以随意的击打。目前的这个羽毛历练应该是第十一天。第一关成功过关，开始第二关。喜欢看咱们视频的朋友们，请关注手游酷玩。上面还有一个猪，好的，它被这个石块击中了。咱们等待一下，看这个掉落的这些道具能不能击中右边这个猪。不能的话，咱们再发射大白。大红的一出，这是一击必杀呀，非常的强力。终于到了最后一关。哇，这个位置看来是从上面攻击啊，下面的话上面这个压上来，果然从上面，咱们浪费了一个炸弹飞。咱们用炫舞银看看能不能做到一击必杀。漂亮，这个猪很自然的跑到了左边，压死了那只猪，他自己就掉下了。这是最后一关了，看看跟我们今天对战的是谁。哦，果然是国王猪，击败国王猪，拿取羽毛。咱们用这个大红从顶部攻击，避开前面这个工兵猪扔的武器啊，直接砸向后方，直接可以把所有的这个阵地全部砸掉，然后利用这个大红的重力啊，砸向那个光柱，被这些碎石块所砸中。咱们看看用大红能不能空投炸弹击中这个在空中的光柱啊，他这个王冠就没了。